禀告大人，来者是皇亲之子黄飞鸿，他是给他爹来送行的，请大人让他们进来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和亚扎苏他们还没有到，怎么办、啊？不管他们，我们起身。斩！是。哎，糟了，好像我们来迟了。我们赶快按照原定计划行动。哎，好！哎呀！爹，走啊，赶快走啊！爹，来人，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飞鸿，爹不能走，爹一走的话，现在就成了畏罪潜逃了，这是国法所不容的，爹绝对不会这样做。爹，你没有罪，为什么要留下来等死呢？爹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爹，你不走，我也留下来陪你死。飞鸿，爹。黄青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爹光明磊落，并非沙纳兰康的真凶。大人，在下是冤枉的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人，黄师傅确实有莫大的苦衷，恕卑职荣厚在命，卑职愿以项上人头，担保黄师傅是无罪的。
小人可以证明黄师傅是清白的。杀人真凶是纳兰天，他跟罗变城镇的火山家进行一次交易，正准备把国宝运走。国宝？大人，卑职愿意带手下几个弟兄前往火车站捉拿真凶。好，将黄青收押候审。两位，你带些人手去火车站捉拿疑犯纳兰天。是，谢大人。谢大人。爹，我一定会把纳兰天抓到手的。飞鸿，去吧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嗯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跟着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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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上罗变成先生。快点，听着听着听着，跟上。现在正好十二点，相信我们的眼中钉已经除掉了。啊！快起来！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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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了快了！上来！哟，梁大人，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？纳兰天，我听说你在这里偷运国宝，啊？送！到！来这边这边！到！到！来来来！来起来起来！这边！边臣，你是逃不了的。你应该知道我是外国人，我就是犯了法也不会被定罪的。外国人怎么了？外国人犯了法同样有罪。请你放一条生路给我，这个全部给你。你别动！爹，看看是你的武功高，还是我的子弹快？罗变臣，看看你的子弹快，还是我的拳头快？你不要逼我！你不要逼我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爹，不许动！师傅，这下黄师傅有救了。师傅，长啊，师傅，道具。别再送，快想办法呀！
停了！哎呀，老天不骗我梁家呀！耶！哦，儿子！少林武功你也懂，少林龙爪手的拳谱就在我的手中。原来纳兰康上少林偷秘籍是你指使去的。臭小子们，你们现在迟到太迟了。勿忘卧云松，进等如疾风，稳坐如金钟，站立如古松，非攻即为守，强守不为攻，刚柔两相见，虚实化无穷。飞鸿，就剩下一个，受死吧！沈明父，有多少妇女受你残害，你恶贯满盈，末日到了。
信。凭你这一句话，我现在就决定教你。我现在教你的就是沾衣十八变，乃是当年苏乞儿传授给我的。虽非我少林武功，但实为别派功夫中之上乘，着重的是巧劲。四两拨千斤，以柔制刚，以柔制强，正适合女孩子防身之用。面对一等一的高手当然不行，可是对付一些寻常的小毛贼已经绰绰有余了。飞鸿，过来试招。好。谁教你的龙抓手？爹，我跟你学的。我看你跟史密夫。功夫学不到家，遇到真正的高手，你可就惨了。爹，沾衣十八滴厉害，还是龙抓手厉害啊？废话，当然是龙抓手厉害了。爹，那你教我吧。好啊，谢谢爹。好吧，爹可以答应教给你，但是龙抓手这门功夫实在是太过霸道了。一定要答应爹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绝对不可以轻易使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